急的不敢修啊，走了。可以，他没来，那我直接修。砸到了。 佣兵都亮了！哎，这么早就贴啊？卡一下血线了，兄弟！哦吼，佣兵倒了。 舞女也跑不掉，二级技能砍个金箱，直接嗝屁。 这舞女骂人，就这么久被一个佣兵搞死了。 修，你摸个锤子！真的是白给侠。
啊！这本土敌人翻。打不着，真好，这门都不开。看你的门开多少了啊！等会儿这一个满门，咱俩都走不了。哎，可以。找磁铁的，我看看啥图。黄衣，带了啥呀？哎，技能都没有你就死了呀！我日。
累了下去见吧。那我也谢谢你。可以，第一本书，第一个箱子必定小人书，稳定。又不敢打，我直接抽。咋的？他这是找不到人吗？应该死，去的老人死。卡死就你也赢不了，反正这把的没希望赢，等着输。你这带着绝地吗？你又是这么快呀、啊？有心之还不用。
扎我已经没用了，我一下就打好了。开始走地了。闪现锤磁力，的确是要救。找找磁铁机子吧。这磁铁的。然后娃娃一台正在修。吓他娃娃了。我记得他娃娃在废墟，把能量控了吧。这老头这现在都疯了，两刀全打尸体上了。真是三个人搞真的搅屎。把能量控了吧。
还有一台。肉。总感觉结石要被养了。他娃娃好像被划死了。哦吼！有个医生在那的老头根本没法玩，难受死。哦吼！不能搞这个太皮了，老实一点了。这还能偷到一刀的，满了，我闪现带走了。前锋咋还没起来？没带治愈加速啊！
还打了魔术师，但是有球能撞，球迷没倒，现在就看球门发挥了。前锋呢？撞了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那是真的秀，还绕了个圈圈。不得劲，哦，挂金枪。哎呀妈耶，还给他找到了。兄弟你别激动啊，我的妈耶，不去抓魔术师你跑来抓我。只拿我一刀，那我摸我自己去。看他操作多秀啊，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又被盖一板子，真爽。哎，你气不气？又是一把子，哎，舒服。你信不信我还盖他一把子？哎，我就要这站着了。头给你盖烂。看这一波操作多秀啊，玩一个牌进一下金箱，然后打你一下金箱，
他要挂我的话，我就完蛋了。没找着，兄弟，你别送快递啊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还被卡位了，哎呦，这个约瑟夫卡位了，惊了我都。你又不敢打，你敢打我吗？你有种朝我头打。还能干，哦吼，我走了。挺爽的，盖了五板子，吸了三只鸟。自己不要帮助了啊，保黑妹吧。OK， 往上连修，他往目的带了。三连了。
一号量拆台。放个快盒子嘛，放个快盒子，哎，然后它并没有什么卵用。还炸一下。蹄子踢了，这狗贼！哎呦，往他脸上跑！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好了。走喽，卖喽！就不炸了吧。谢谢芝士的小银星，怕等会这就炸翻车了。反正目前也不知道啥屠夫，也没抓到人。嗯，刚想玩一会儿，屠夫就过来了。闪现杰克，那是真的秀，三连破喽！我靠，刮这么远！这小木屋刮了双十一圈。鸟没叫吧？完美接。完美接的接了个无人，真是醉了。这前阵到底有没有鸟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有吧。
人家送我舅啊，谢谢啊。有种你换时长，把他机子踢了。你重新起，放几个快盒子，快得很。重新起。然后这边还能送两声吼，他又不守了，他又开始白给打靶了。你都守不了机子了，何必呢？去贴一下，好像要好了，真就这么膨胀啊，当他面开。你打我无人，哦吼，蹲一个地窖。看中党是啥、啊、红夫人，先苟一会儿，先苟一会儿。你这是干啥？等金子。刚闪现还没好，那你等金子，我跑马拉松了。还骗鸟嘞，啥都骗，应该是能翻到窗户了，我觉得吧，翻不到就完了。可以完美送到 VIP。 有没有秀一手无伤救人？可以。帮我扛一下呀，大哥。不能带到 VIP， 加速吧。
他黄瓜就白给了。你不救谁救啊？你不救人，可以。人在疯狂白给，中场啊！整机啊！哎呦，土拨鼠又来了！你先问你怕啥？那我都没得怕了，你怕啥？哦吼，没消完。总感觉这把是多修了，可能黑妹机子没人补。哎呀，最后一秒，我日！看了一瞬间，取消掉了，然后就被锤了。送他三杀了，这把真的是。红蝶。瞬间拿一刀，然后飞一下，一刀带走。你看我是怎么来的？你这 ID 还不如放到我身上呢，放你身上亏了。
这人说不定还扯不下来。插眼的，接着看。他插眼，我贪板。翻了出去，差一点三连，送 VIP 里面去了。好像在白给贪了，不好守时，搞跳张去了。哇，这么远！板子摊一下吧，哎呀，急了，他后退了。又没把三连补了，调完是三连救。哦，不，说反了。他叫他把三连补了，补了调完是把自己机子修完，还可以打。但是被干扰了，那就不行了。看黑妹机子啊，这就是黑妹机子，动都没动过，重新起吧。
你看调香师能不能坚持，坚持一会儿了。坚持不了这些点吗？你是真敢丢啊，妈耶！哦，上头了，在旁边劈一下，让这狗家伙上头。小洛基懂不懂跟他发的信号？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。不着急，等他签了先。有点久啊，是加速中了。哦，生气了、哎！你生气没用，吃，没吃着。没事，跟他滑，滑板游戏。曾经我也是这么打的。直到空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！杰克终于上头了。没有用啊，这个人怎么一直在白给啊？哎呀，那是真敢打呀！
团了。可以接着去，接着去搞他。失误了，你都能插刀走了，带远点。可以，还能劈，还能劈，还有球，接着劈。贴门，贴门。不用贴了，贴先之后，万一他忍不住传送，还真传了，那是真敢传呢、啊。现在把他箱子开了，来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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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开。终于欧了一把。哎哎哎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兄弟！我日，这脑子这怎么都转不过来呢？明知道摸不了，动一下呀！他在大船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看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，杰克。
始搅屎。搅不动，搅不动，走了。哎哎哎！我是找人摸呀，不是要鸟啊！给你翻就完事了。哎，骗到了！真敢丢啊！想什么呢？接着滑。反正他滑来滑去，滑就完事。反正他没封装。要被偷了哟！你想出来了？哎呦，那是真的牛皮，带个金身杀我！没事，他反正他赢不了，两台机子都在修。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亮，然后去救另外一个人家机子，我的随意了，逛街。球那也行，直接扯，直接扯，调香师直接扯，迅速扯。跑不掉啊。买怀表，我觉得捞不到，太远了。什么情况？世界什么情况？低调了，真敢传呢！
哦吼，应该要死。开局开枪，他发了个快走，什么意思？不会约瑟夫吧？可以，小人叔给力。白给天才。好像给卖了，我日！其实我知道吧，我下来我还能撞他，把他金身给他撞出来。黑妹还能蹭猴，黄衣，我必须走了。我总感觉这个他看见我了一样。还好还好，老年视力。要是我的话，我早看见了，早看见这个仙子大摇大摆的跑了。还擦眼，哪学的擦眼？哎，气不气？疼啊！我
人都溜了，还拿他放臭手？来来，他可百分百冲我放放，对，放就对了。你放我就拆。好气哦！僵尸，僵尸过来，盖个板子，跑不到。别蹲啦，人都不走了，还在那蹲。白给了，那我休息了先。没人叫了。不用摸，不用摸，又不是溜不动。重新洗。七台就够了，哎，石像你们不补？哎，我一个人修这一台机子，三个人全跑这来了。明知道石像是残疾。
哎呀，你这不白给吗？差点给我害死。真的是，谢谢铜锣烧的小银星。放狗拉走，命要紧。这也太真实了吧，连吃两刀，人家连屁股都没，闪现都没用，卖了。救了又跑不掉，他捏了个闪。妈没电啊。那只能极限修了。应该起点的运气。他来整的，鬼屋后面看一下吧。
你救我，干嘛呢？你要我救是吧？好亮啊！气枪选了吗？也不知道是偏枪选了还是空刀了，看一会儿吧。既然枪交了，那就看。
还有小木屋，空姐机的能量。哎，怎么谁都不追啊？叠存在感打二级技能吗？白带人皇，哦吼，咬下来了。空姐去吧，别给你了。你们俩重新，这是在摸人还是重新起了？过半啦，怎么还在搞艺术啊？那不打气球到了吗？卖了，这传送是原地传的吗？这个能走，空姐走不了。